勤力建设在凤山中山东路博爱路的交叉口小北百货旁，特别规划了一户店住的别墅。这个地段刚好是凤山通往大寮新市镇的主要道路，周边的商圈成熟度很好，那再加上目前市区的知名建商已经进驻，在年底就已完工，大概有好几百户，那这未来的商圈当然我们是可以期许的。那本栋店住的一个规划，地坪70坪，建坪153坪。那这个店面呢，它相较于其他的周边的一些透天的个案，它当然就是比较特殊。周边个案大概都是以规划为住家，纯住家为主，但是因为它是就像刚才讲的，它是紧邻这未来的大寮新市镇，由凤山道这边的一个主要道路，它也连接到 OT1 捷运这里，双捷运还有凤山国中站。那所以说这个规划它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投资客，它当然就是利多，它一方面可以作为住宅使用，那第二方面它可以一楼的话可以承租给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商家，比如说屈臣氏、康士美，甚至医美诊所，它的效益远远大于规划为住宅的一些建案。